我想一想。能让我想一想吗？刚才他动了，你是不是想去卷杆？不卷。虽然人工肝可以维持一段时间，但是在他的身上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多器官功能衰竭，会导致死亡。那个换肝手术能偷摸做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不能让我太太知道。手术有风险，双方都有风险。多器官功能衰竭，肝是怎么回事？如果不能及时找到肝，恐怕撑不住今天晚上。